是还不断的这样子，哎，他就是取了他的一个动作，就有时候我们不是说一定要把所有的东西休息完，但是你可以在里面取他一个两个来去帮助自己去解决一些问题。啊，还有横膈膜，启动你的横膈膜，一空卡啊，沙帕拉啊，哇还哇啊。哎，咕噜，它就不停地启动，不停地启动，不停地启动，就音乐带着你走，带着你，慢慢慢慢慢慢就行。很有些东西我都没修，我修得很浅，很浅。我就是做个体式啊，一个就是其他的。就这个，就像刚才这个库丹尼讲，这个地方，他首先是身体要，就是觉得你头脑越少，就想法越少，就越简单越好。就是你，他说你这儿是空的，是中脉，你就相信这就是空的，完全，他还不是观想，他就直接信了，这个蛮重要的。你说，哎，你不信，你去观想，你头脑里边装着心肝脾肺肾，然后你再去观想，然后观想有一个中脉在里边穿过你的，哎，通天特地。文姐就是这样，她就是哦中脉，她就哦中脉，反正一节一节通啊、哦、通就，她就直接就信了，她不会想第二年，就是直接就是这样。这个是最快的，就是嵌入，因为有个间谍，就是冯姐也会说嘛，大家也会每天讲你真的不是任何一个香啊，你怎么你就是心肝脾肺肾啊？因为根深蒂固的无明啊，你就认为你是心肝脾肺肾，你是眼耳鼻舌身意嘛。但是我们是空性无，你不可能定义你是任何一个香啊。当修行任何法门的时候，尤其这些，说你就像为什么我就说，当你说你是中脉的时候，你就是中脉。你就没有其他相，你信，但这个信的彻底不彻底很重要。就像冯姐就会彻底相信，而且她压根连这些概念也没有，她就信了。但有的人需要提醒才信，但也有的人压根就不信。哎，就是因为你是无相的，那无相你本身你是如来嘛，你无相你就是一切相嘛。那么说你是中脉，你就是中脉嘛；说你是七经八脉，你就是七经。就说我不是经常说。如果你学中医，那就你针灸的时候，那你在你眼里这个人是没有其他的，只有经络嘛。学西医，那你就是物质嘛，是吧？你学中医，你把脉，它全身都是经络跟气脉嘛，你就不能看它是物质，它就是气脉，它就是由气脉组成的，你才能疏通它的气脉，它就是经络组成的，是吧？那你说你是如来，你就是无形无相的。那无形无相的时候。但是你这个时候你还没证得嘛，你虽然是无形无相的，但是这个眼耳鼻舌身意还牵引你嘛，你说定义它无形无相，你说这个痛苦是无形无相，但是它让你下地狱嘛，它让你解脱不出来嘛，是吧？所以还是配合一些方便法，当你的正量够的话，你说它是啥它就是啥，这就心能转物了嘛，就是挺好的。它就是他的起作用就是说，他直接就切入，就是不会想那么多。中脉你看他说一节一节打通，他就是一节一节打通，他在讲的时候他真的是通的，一节一节，是吗？但我而且他在讲的时候他就完全的活在这种中脉一节一节一节脉龙一节一节通，他就是这样的就懂了。但是你会想是吗？中脉那么容易通吗？你多想一个念头就错了，你就通不了。我靠你！我不想，我不会想他通不通，是吧？他就是通的，通不通这种概念，他脑子里没有。哎，但是我们想中脉通了，不是中脉通了还会出什么吗？好像不对耶。哎，你这就叫想多了。中脉一节一节通的，至于其他没有。最极大通了是什么样的不会想，不通是什么样的不会想，过去未来全放下，中脉咚咚咚咚，你就这样练，中脉通，中脉然后一节节通，他就这样练下去了，练了半个小时。至于通了是不是有神通，他不想；没通前是不是我就是不通的，他也不想。这就过去心未来心放下，修当下，修行是一样的吧？修所有的东西。还有就是这个专注啊，平时我们说专注嘛，我们汉地啊，就是汉地大家修，不管打太极啊，或者站桩啊，修静坐都说这个专注嘛，说哎你要专注啊，专心啊，但是我们很难专注专心，是什么？我们就会觉得我很散乱。所以，但是这个瑜伽啊，就是他会瑜伽这一块，他会什么？他把这个专注，他敲呼吸就是敲专注，知道吧？因为呼吸跟我们的杂念是一起的。所以他调呼吸，
调呼吸的过程中，如果你配合禅定的话啊，那修它这个系统是另一码事。如果你想把瑜伽配合禅定的话，那你想专注就调呼吸，因为调呼吸就是专注。其实它还这个呼吸呢，它还跟别的不一样。说我们一念淡万年，持咒啊，念佛号啊，一念淡万年不同。一念淡万年是真的是有一个念头，或者有一个内观外观啊，或者念一个佛号。但是呼吸跟我们身体的杂念是密切相关的，它不是一念淡万，它不是转移注意力，呼吸就是杂念，呼吸就是念头，知道吧？甚至呼吸最后就是空心，或者就是你的一切，因为你就靠一呼一吸活着的嘛，一呼一吸停了你就死了，是吧？所以专注，你要想专注，你就关注呼吸或者调呼吸，调呼吸很容易专注的。所以道家的练内丹啊，呼吸非常重要。到最后练内丹，心性当时你必须心性达到不了很高的等级啊，你的心性对你的要求啊，品质啊，心性这一块如果到达了，然后就是呼吸，知道吧？调呼吸，呼吸很重要，因为它决定了你的火候，还有你能不能列出金丹，品质决定你能不能列出金丹。火候啊，就是你的文火武火，就是那个火丹楼啊，那个气呀、啊，能不能列出个丹来，就靠这些。所以蛮重要的，而且专注不专注，你看呼吸就知道。一个人入定没入定，你看他呼吸差不多，除非这个人出神去了，那就不知道了。除非他成绩太高了，一般刚开始你看他呼吸就知道他没静下来，他在那喘。这就像达摩祖师不是说，面壁的时候他说，心如墙壁，那句话咋说来？达摩啊，内心无喘啊，就是无喘，喘就是呼吸。呼吸的短反向嘛，哎，平时我们呼吸的就在喉嘛，他说圣人可以呼吸到脚后跟嘛，但是我们的呼吸就在喉部这一块，这就喘向。你入静了以后，你会听到自己那呼吸是喘的，就呼吸不到，很绵长细有，因为为什么？杂念乱想牵挂就会到。然后呢，他瑜伽他就是你这把这个喘向调了，他把这个喘向，他通过深长绵长的深呼吸呀、啊，他从中脉里边推打这样的深呼吸，他让你内心无喘，知道吧？内吸其实是内吸无喘，没喘向，就是，但是一旦你没有喘向入定的话，可以停下来，你就继续开始禅定修禅定，所以呼吸是蛮重要，就是练这个呼吸，就是修专注，其实。从呼吸入手也是很重要的，很好的一个入门。还有呼吸有，因为身体里边，尤其中医讲，它气脉堵了就是不通，不通则痛嘛，不通气流，它也够风大。如果是我们从佛学的风大变切出来讲的话，如果你的见底足够的话，你甚至就可以不呼吸，因为宇宙天地之间都是在呼吸，就是风就是呼，就已经连呼吸也突破了。但是刚开始修学调一下呼吸，我觉得也蛮好的，但是这个系统是另一回事了。我是说，大家要是说学呼吸配合禅定的话，但到一定时候，就是呼吸就是风大嘛，因为你无我的时候，四大皆空，风就是风大，风大变切除，就说你的呼吸是变切除，不是只在你的身体里，中脉就是法界啊，无为法，中脉是无为，就是中脉的呼吸。你就是宇宙的中心啊，就是变切处无处不在，呼吸无处不在，就是因为你跟法界是合一的。这叫如果突破时空，无处也没处嘛，因为没有时间的空间嘛，无处不在不是说很遥远很大，无处不在就是中脉，就是这样，就是细细的一个，这就叫无处不在，就是这1.6米，就叫无处不在啊。所以那个时候你就差不多了。法界就是这么一点，就是戒指跟须弥合为一体，因为没有时空嘛，戒指就是须弥，须弥就是戒指，它没有空间嘛。你想象的说是啊，无量无边的法界，跟这1.6米怎么能合为一体？跟这个肉体啊，这是你头脑中有时间跟空间的概念，你才会有大有小，有出有进，到最后连这些都要破掉。
司空就破完了。我也不懂什么，我就觉得我现在有最近没有啊，有一段吧啊，我可能会行走中我哎突然我变成大红色的透的亮色，有就没有了，有时走着路就会，有时候是去哪个地方去了，这个地方非常好，一条呼吸身上包括头脑身上都是通红，一会儿又没有了，就是这种，我不知道，就是我动中，不是我打坐的时候看着的，是它会对身体有帮助的，而且会帮助到会不会得病啊，一些病啊，小就是因为风大导致的病，或者情绪上堵塞啊，情感这些还是有，就是瑜伽是帮助，我觉得挺好的。但其他也有法，中国也有其他法。就我希望，就是可以学，可以学，让我去让我更好能提高。可以，可以。其实每一个法门就是法门，在见地上，如果最达到很高的话，每一个法门都可以悟道的，就是你从每一个法门都可以悟空性，都可以。你就直接就说这个也可以悟道，这也是方法法门啊。这印度教在这方面没有，它就是有个合一嘛。印度教就是有个梵天嘛。就是你跟天能量进来哎加持你，它有一个梵天在那，你跟梵天合一，它有个合一，就说你永远要跟它合一。但佛教就突破了，说你就是它，你跟它不用合，就是不要有这个概念，你跟它是合一的，然后你就是合一的，你有个概念就限制住。就像你比如说我们要天地人合一，天地人合一啊，你有个天的相，有个你的相，有个地的相，怎么能合一？这三个嘛，是吧？它是无相的时候，无我的时候，天地合一。它也没天的相，也没人的相，没就是《金刚经》说的，破所有相，你就完全合，你就是一切了。你破不完所有相，你就不是一切，你啥也不是。合一的时候，是不是身上就变成通红了？不是，你身体出现。呼吸呢，就是你就是比如佛里边它有四大呢，你有时候呼吸会暖出汗会发热，甚至可以有的人就是火大水大地大风大，就会出现就是能量很足，它就会甚至你心够静嘛，因为你是无我忘我的嘛，在那个里边全然的嘛，四大会转化你知道吗，四大转化成光明，你就会发现如果在修行这个时间长了，他会把四大转化成光明的时候，他就会看到有光出现。刚开始是身体的觉受啊，很舒服啊，就是好吸呼吸呀、啊，或者发热啊、发冷啊，各种觉受啊什么，或者出现各种境界。然后如果转化了，可能进入光明境。对。待会看这就看概念的导引了。如果见地图图，可能你看到梵天了。你佛教可能看到佛陀了，基督教看到耶稣了，各式各的样子了。我跟你说，我在这个好像没有什么境界啊。我跟你说啊，我就是说，有时候身上是通体透亮的，就是说是红色的，就是我在你给我，他们给送的，就是你给我拿回来一个，就是那种配那个黄的单子嘛，就是披风啊，披风。那个单子，给我拿回家。我第一次打坐的时候，我就到就我就上了极乐世界，我看见极乐世界那些，跟，就是那些人啊，那些池子呀，好像像个，开始，打坐的时候好像一个大门咵给开了一样，我就进入了里头，转了好久，后来慢慢又下来。就是这是一次，再没有，其他再没有了。就是第一次给我拿回来的毯子，我说这杨明老师给他，这要赔上，这心里一打坐，他就进到里头去了。也后来也没有执着，也没有管，反正管他进也罢，不进也罢，反正那也没什么事。就赔那个毯子的时候，我再没有。那就是自我的东西少嘛，那就无畏，不怕，啥也不怕，无畏啊，自我的东西少。